林奇大哥，你还有多少古董？很多。你想盘点我的家产？不是，你有没有那种特别好看的瓶子，大概这么大，适合放在书房呢？有。太好了，邻居大哥，拜托卖给我一个好不好？嗯。不卖。谁叫男朋友邻居大哥？那叫什么？亲爱的，大乔、小乔、周郎。叫老公。老老，你到底卖不卖啊？不卖。你未来的家产都是我儿子的，你竟然小气到连个瓶子都不卖给我。是不卖，但是可以给你。我的家传玉璧，我的宅子，我的古董，包括你都可以随意支配。